圣经导读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我说，我要起来游行城中。雅歌3:1-2。很多人认为爱情要轰轰烈烈，充满激情，然而这并不真实。当我们经历一份感情和关系的时候，总是不知不觉地踏进一个未知的地带，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还是要离开你的安全地带，并且往前踏去。爱情不是逻辑推理，也不是你计算出来的，而是在你里面有些东西被点燃，推动你去寻找。就好像我们与神的关系一样，我们知道要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却常常不敢踏出一步，不敢寻找答案。我们以别人给予的答案为满足，但那是别人的经验，是二手的经验。我们要勇敢地拥抱这份爱情，容许有空间与耶稣基督互动。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些伤害未完全得医治，耶稣也会给我们空间，但在这空间里，我们可能感觉不到神。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感觉到与耶稣的亲密，你愿意把所有的东西献给耶稣，服侍他，亲近他。当我们感觉不到神，认为自己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我鼓励大家要相信耶稣的应许，只要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不要停留在过去的辖制里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良人，他用爱来吸引我们，好让我们能跟随他。究竟我们愿不愿意踏出这一步去寻找神呢？我们一起来圣经导读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用雅歌的话来提醒我们，你是一位爱我们并渴望我们寻求你的神。当我们夜间躺卧在床上，心中怀着对你的渴慕时，或许我们感觉不到你的临在，但我们深知你从未远离。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们对爱的认识很有限，我们害怕走出安全地带以及舒适圈，害怕走向未知，但你呼召我们勇敢地去寻求，正如爱情中的那份燃点推动我们一样。求你赐下信心和勇气，让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，寻求与你更亲密的关系。耶稣啊，你应许我们，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放下过去的伤害和辖制，拥抱你所赐的新生命。求你用你的爱再次的吸引我们，医治我们内心深处的破碎，使我们可以以真实的心灵与你互动，经历你丰盛的恩典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愿意起来走出自己的城，走向你所预备的丰盛与更新。求你带领我们，用你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，即使有时我们感到孤单或迷茫，求你提醒我们，你的爱永不改变，你的应许永远真实。我们愿意全心信靠你，勇敢地寻求你，并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求你赐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持续追求你的同在，与你建立更深的关系。孩子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